我们讲的怎样处理情绪和不被人影响，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小孩子。我刚才见到有些小孩子啊，被人推啊，人说不好的话啊，就很受影响。成年人还是受影响，成年人其实情绪就不好，被人影响啊，里面而且很容易就是一次的伤害。几十年受苦，很久之前的伤害，在里面还是永远的想着，就觉得啊很苦啊，永远觉得自己苦，就这个情绪就继续的影响我们，所以我们明白我们的内心，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就是怎样处理呢？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怎样得医治。所以我现在所讲的这一堂是非常的重要的，希望我们都留意去听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哈，诗篇118篇6节，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其实大部分的伤害是从什么来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人来的。大部分的伤害都是从人来的。很多人与我分享啊，人对我说不好的话，诬告我啊，说什么不好的话啊，伤害我啊，背后说话啊，给我不好的表情啊，都是很多很多这类的伤害。人的习惯是放在心上，人是这样的，这个是自然的反应，自然的反应。但这个是令我们受伤害的。但圣经说什么了？有耶和华帮助我，神帮助我，我必不惧怕，我不需要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人能够真的伤害我吗？在神的里面，在普通世界，是人真的容易被人伤害。在普通的世界里面，有人骂你，你就觉得不开心啊，烦恼啊，被伤害啊。有人抢夺你的东西，你就觉得他抢去我的东西了，我就失去了。所以在世界上的确是人能够伤害，但在神的国度是不同的。怎么了？因为神看重你，神爱你，没有人能够抢夺你的福气。因为圣经说什么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够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只要我跟从神，我爱神，神就为我预备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我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人不能抢夺我们的福气。我有不同的情况，有人伤害我。说不好的话，背后说闲话，这个是律法控制人。律法控制人就是很想批评人，他们觉得我批评你，我就比你高，我的脚踏在你的上面，我比你强，他就觉得自己比你高，然后你就觉得他说什么不好的话，他就比我高。我告诉你，我起初做牧师的时候，我第一个教会做牧师的时候就被有这个伤害，这个伤害影响我很长的时间。是这样的，在那里的同工，他背后说我做得不好，他是对背后说不好的话，我当时不懂得怎样处理我的内心。其实我未做牧师的时候，我信奉很自由。我做什么人都觉得很好，但我做了牧师，这个人总是批评，背后批评，态度也不好，我的里面就受影响，我真的里面就开始这个惧怕，很多年影响我。后来牧师问我，为什么你现在好像没有喜乐？我就告诉他，很可惜，就是这个同工。当时就是三个人一起开会，三个人就是我跟这个
领导的牧师、主任牧师，还有另外一个传道，我就说对不起，就是他，因为他多次的背后说我的话，然后这些话都传到我这里，所以我的心里面觉得很重。他就想劝我们，但处理不到，他就鼓励我们去找一个辅导员，我们就去找这个辅导员。找了这个辅导员，了解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后来这个牧师了解所有的，因为他听了他说的话，因为他说我做什么做不好，不够好，不够好听了，他就说他的判语是这样：我觉得你好像觉得你是他是我的妈妈，就好像他看着我，你做的不够好，所以他不停的批评，但他听了很不舒服。有一天，另外我在这个辅导的时候，我就说，因为他们当时是三个姐妹同在一个教会里面，我知道他向其他两个姐妹都告诉他对我的批评的话，然后他就我就对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对他们说我的不好的话，如果你有对我说的话，对我说，不要对他们说。他当时说我没有啊，这个辅导员不能做什么。然后回到教堂，牧师就说，你们今天辅导怎么样啊？我就说，我当时请他不要将我们的事情告诉他的姐妹，当时他就说没有。这个牧师怎样反应呢？他说你没有，因为他这个牧师很熟悉他，他知道他容易说闲话，所以他说你没有，他知道他有，他不能回答。我当时的心里就说他会说谎，因为他在辅导员面前说谎，他说没有，但其实他是有，牧师说他就不敢说话。我为什么要被一个说谎的人影响？我里面就说他说谎，他会攻击我，为什么要被他这个说谎的人影响？我就有一些释放，但这个不是所有的释放，这个是其中很重要。当时我开始这个亲近神的方法，这是常常你听到我的诗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平稳安静。当我唱这些诗歌，你里面就很平安，很轻松，就不被影响。但过一天又被影响，过一天又在唱，每一天都是这样。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当时我还没有经历圣灵充满，我就开始了这个常常呼叫耶稣。我在洗脚的时候，耶稣开眼可怜我，加力量给我，我当时就这个习惯，常常呼叫神，神啊，释放我的灵，哈利路亚，常常唱诗歌，对，给我很大的力量。同时，这句说谎，让我知道他会说谎保护自己。为什么我被他影响？另外，我看到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就对自己说，其实我是很努力，但我努力了他还是不满意，但我自己的确是努力，我尽量做好。所求于管家是要他有忠心，我已经忠心了，虽然他不满意，但 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我能力能够做的，我就说我已经尽力去做，我不需要被他影响。这个都是一些过程中一些帮助，但还是没有释放，
还是有这个惧怕，有些时候走出来，所以我就不停的，我发觉这个情况，处理思想比较容易，处理情绪难很多，处理言语啊，处理思想，他说的话，他是说谎的，我不需要被他影响啊，我就不需要了，我就告诉自己不需要了，但我思想相信，我的感觉还是不相信。我的感觉里面还是会有这个负面的感觉走出来，但我其实很多方面的帮助的。另外我啊，这个遥控放在哪里呢？就是说啊，有不同的方法，刚才我在我的啊，在这里，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有不同的话都帮助我的思想，这个帮助是开始。刚才我说了三点，这个是开始，就是啊，他会说话，我为什么被他影响？所给予管教的需要他有忠心，然后我唱诗歌，这个是上方面的我的帮助。其他的方法。有任何经文有帮助，当时我很喜欢读诗篇，我看到神的美善我很喜欢，其实我喜欢神的美善是在 那时候更强烈的，我看到诗篇里面很多的话，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就是住在他的殿中，沾染他的 荣光、向他求问，我就听到有一件事，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向他求问，沾染他的荣耀。我就看着经文，很多经文，我就看到，我就觉得很舒服，很平安。我也读一个人所写的书，这个人名叫名叫什么呢？信林子，有没有听过信林子？信就是木，上面有一个口，是不是信？木，木头的木，上面有一个口，有没有？有，是不是信林子？是不是？我告诉你他的情况是怎么啊？我告诉你他是怎么一个人呢？他。身体95%的地方都有痛，很严重的。他形容他的痛有微痛、小痛、重痛、大痛、狂痛、裂痛，很多不同的程度。有些时候他痛到什么程度了？他痛到不能睡在床上，因为睡在床上右边、左边、后边都不能。他就靠着墙壁睡觉，闭上眼睛，这么辛苦坐着睡觉。但这个人写了很多文章在网上，我不知道你们找不找到，如果你能够找到你去找。当时我看了很多这些文章，对我很有帮助。我写讲一下例子给你听啊。他说，如果你看着问题，你看着问题，我邀请你看一看天上的云，天上的云，云会告诉你，一下子它是这个样子。有些时候你看这个云好像一只狗，等了几分钟，啊，就不是狗了，变为其他东西。他说，这个世界上不同的问题都会改变。不需要注目在某一个情况，有一天都会改变。然后他也有一篇啊，很多这些小的文章，有一篇叫《一条小路》。他说这条小路是很平凡的一条普通的路，很多人走过都没有留意。但有一次有个小孩子走过，这个小孩子走过，刚刚下过雨，地上有些水，这个小孩子走到水那里就，这个叫什么？
踩水坑。啊？跳水坑。踩水坑。踩。踩。踩泥。啊？踩水坑。踩水坑。踩水坑。他就踏在这个水上，这水溅起来，他就很开心。然后他走路看到这个蜗牛，啊，碰一碰这个蜗牛，这个蜗牛就竖进去，他就很开心。他看着这个花朵，看着花朵又很开心。他说，普通人看到这条路都觉得很平凡，但这个小孩子却在这个小路，好像在天堂一样这样开心。他说，心灵子就说，很多人就是看到很美丽的东西都没有感觉，但当你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你就说真的很美丽，真的很美丽。你看一看人的眼睛也是很美丽，但很多人没有留意人的眼睛，人的表情都很美丽，很多人都没有留意到。当你留意的时候，你可以有感恩的心，就有好像在天堂一样。他写了很多鼓励的话，有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在一个很多地一个地方很多树木，然后有一只鸟，他看不到这个鸟，这个鸟叫一声，哇，叫一声，这个声音就好像冲到天上。他说这个鸟。一个声音就好像冲到天上，我们的心也可以这样，哇，飞上去天，飞上高天，哇，哈哈，就好像没有烦恼。他就说这个鸟，这么简单的一声一个声音，就好像冲破所有的拦阻。有一次，另外一句，他有一句飞，有一句飞蛾。飞蛾，你知道这个飞蛾，在他周围，他要拍死他，然后他拍在这个飞蛾身上，感受这个飞蛾在动，感受这个生命力，他就放手，他感受这个生命力，很美丽，很有力量。他就觉得这个生命力很宝贵，他就放手。他欣赏生命。他也说有一次有一个小的种子跌在一个墙壁的小孔，然后这个小种子就在这个地方没有水，就生出来，生了不久就死了，但他生出来一段时间。他说生命是这么奇妙有能力，我看他、啊、真的很美丽，我就很多方面我都看美丽的东西，我都看人的美好，我都看神的美好，我越看就觉得神真美好，我就里面就越来越平安，我就每一天都赞美主，神是爱我的。有些时候我洗碗无缘无故，不是想到以前的事情，就是自动里面就不开心，就有惧怕，因为以前这些批评的话令我觉得惧怕。有些时候，有些、以前的感觉回来，就有一种惧怕。但我就说，我不需要被影响，我就赞美神，赞美神，然后赞美神，我的心就得释放。但过一天又有压力，又有惧怕，再一次赞美主，我是宝贵的，我是重要的。其实是这些痛苦令我坚持的亲近神，宣告神的美善，相信神的美善，相信神喜悦，所以我可以喜乐。我就是经历过这些困难， 我既然我靠着自己，我会继续有痛苦。我就是在这个困难坚持相信神的话语，亲近神，处理这个垃圾，这个人已经不在我周围了。其实我最近 前两个月有机会去到的地方，他已经很老，
其实他说话都有问题，但我为他预备了一个银的盘子，我上面写了什么字了，我希望能够他读到，但当时我知道他可能读到，我不肯定，因为他已经很老。我写什么呢？耶稣会纪念我们一杯给小子的一杯凉水，你曾经帮助很多人，他曾经帮助很多人的，但他就是对同工很有批判性，他自己做了很多好事，他帮助很多人信耶稣，他很有恩赐，但因为他有恩赐，他希望每个人都好像他这样。然后我就说，你帮助很多人，神都会纪念。我就是鼓励他，我希望他会看到，会开心。但当时他的确是很迷糊，他有看一看，有看的，我不知道他明白多少，我不知道，但我已经做了，可以做。我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不会被他影响，这是他的问题。其实我离开之后，我离开那个教堂，有第二个牧师，第三个牧师来到，每一个牧师都离开这个教堂，都很难与他相处，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但在神面前，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所有都要过去。重点是我们能不能够让这些事情过去。如果我不放手的话，我以后都会惧怕，我就不会有现在的平安喜乐力量。我去经历过这些困难，我知道情绪的破坏性，也知道罪的破坏性，所以我坚持离开所有的情绪的影响，所有负面的影响。人能把我怎么样？他不能破坏我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我要保持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一生的果效是用心，是从心发出来，所以我就选择不被人影响。所以你们从小的时候开始，有人骂你，哇，或你好，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做错的，有什么做错的，不要放在心上，你就说谢谢你，我要改善，不放在心上。如果你的心里面觉得不舒服，你就说我是很宝贵的，我有什么人误会我，我尽力去做就可以。你尽力去做，你进步。曾经有人诬告你，这些诬告都要离开，有一天都要离开。你做了好的话，人都看到你的好，你的改变。我告诉你，我现在的侍奉跟我起初做牧师的时候是完全不同。当时我是没有现在的自由，我经历过圣灵，我经历过神这么爱我，也看到圣灵的能力这么美好，也看到人总是容易伤害人。有一句话神给我的，罪人不能停止伤害人的。他们就是这个习惯，他们的本性就是伤害，他不能停止的。我为什么承担他的担子了？这个，所以我们需要不同的思想去帮助。无论什么，你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很简单，你看到美好的小孩子，开心的小孩子，你就开心，感谢神。你赞美主啊，很开心，感谢主。你播放敬拜的音乐这么美好，哈利路亚，感谢主，你就开心，抓住什么东西都开心。我有一次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电影的一部分，这个电影是怎么样呢？有一个人在一条路上，很直的路上，在海边，在开车，一边开车一边笑。我就问自己，为什么他这么笑了，为什么这么开心呢？我就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开心呢？就是我看到不同的东西，我都提醒自己处理这个垃圾。但我现在明白了，人都会给垃圾给我们，但我就是说拒绝垃圾。我分辨是垃圾，他说的不好的话是他的问题，我不要放在心上，我不要介意。你刚刚跌了，在地上，
这是垃圾。我所以 这点很重要。刚才有一个姐妹问我的问题，我就告诉，我就现在告诉你，别人说的话就是垃圾，你分辨了是垃圾，他的诬告是垃圾，垃圾我就决定不要吃垃圾。这里说耶稣做很奇妙的工作，罗马书十五章三节一起读哈，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个是非常美好的经文，我希望你们读圣经都好像这样欣赏，辱骂我们人的辱骂都落在基督身上。人辱骂我们，耶稣就承担这个辱骂。我想到这个经文就很感动，他是这么美好，他是全能的神，但他承担我们所有的辱骂。有人辱骂我们，耶稣就承担了，所以我不需要承担了。这些辱骂已经落在基督身上了，我不需要放在心上，我要将神的爱，神现在这样看着我，因我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且因我喜乐而欢呼，我就将这个放在心上，放在记忆里，常常相信神在爱我。当你经历圣灵，也是告诉你神在爱你。然后这个伤害可以变为祝福，诗篇二十三篇五节一起读哈，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被满意。这里说在我的敌人面前，当敌人攻击我的时候，你神，你为我摆设筵席，敌人攻击我，但你会将喜乐平安力量赐给我，我亲近你，我就有力量有平安。这个就是筵席啊，敌人骂我，敌人骂我，但我哈哈哈哈哈哈，我的平安喜乐我不被人影响。然后我说啊，谢谢你的提醒，我会留意的，我会尽力去做得更好的，好好好，谢谢你提醒我。这样的话，我的平安就是在敌人面前的筵席，他就看到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平安呢，不被影响呢。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所以在患难被人攻击的情况就变为筵席，就变为神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的机会。我以前这一次的攻击帮助我以后怎样抓住神，依靠神，享受神，从神得力，每一分钟享受神，每一分钟有神的同在，我觉得那个痛苦是值得的。那个痛苦当时很痛苦，但过后带给我很多的恩典。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将这个痛苦变为筵席，也将这个痛苦变为油膏在我头上，使我福杯满意。所以我们看到痛苦怎么样看呢？啊，神使用这个医治我，怜悯我，安慰我，将福气赐给我，叫我更平安。你的思想改变，每天亲近神，你就会能够放手。你也说不要紧，他不能破坏我的生命的，他不能破坏，他不能做什么不好的事。好了，以下是五十一章十二节一起读，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要怕那变如草的世人。神是安慰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怕那些必死的人呢？这些人在神的眼中都是草一样，
都要过去。在神的眼中，这些人就没有力量，其实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有一天任何人都完全没有力量。我为什么怕他呢？为什么怕那些必死人，怕那些没有力量的？神如果要他死，他可以马上死，但我不希望他死，我希望他悔改，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化解这些痛苦，这些人的不好，这些垃圾，我就说不要被人影响，不需要被人影响。耶稣基督已经承受这个痛苦，而且耶稣将敌人的攻击变为筵席，也会将福杯赐给我，让我福杯满意。哈利路亚，神也安慰我们，所以我不需要被那些要变 如草的人影响。好了，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你们都熟悉，一起读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好了，好了，这里是讲到喜乐的灵的。我们啊，左边是喜乐是怎样属喜乐，右边忧伤怎样忧伤啊？喜乐怎样喜乐？属上神和人的恩典，常常说神给我的恩典，人给我的恩典这么美好。然后怎样有痛苦呢？属上自己的痛苦。有没有做啊？你们有没有属上自己的痛苦？啊，他骂我啊，他诬告我啊，啊，他说闲话啊，他在背后攻击我啊。哎呀，你常常思想就会痛苦了，你就会忧伤了。然后怎样有喜乐？亲近和遵从神，神就欢喜，我也喜欢啊，这个很重要。我亲近神，神就喜欢，我也开心，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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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神面前，好像大卫，大卫是王，但在他这个约柜面前，他好像小孩子，就跳舞，这个是非常难以明白的。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王会这样跳舞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的，就是大卫有一种这种单纯的心，他真的好像小孩子在神的里面，所以他就蒙福了。我们就相信，我亲近他，他就喜欢，我也喜欢，哈哈 哈。好了，忧伤的人是怎么样呢？觉得痛苦代表神不爱自己，有没有这样想啊？哎呀，我有痛苦啊，神都不帮助我啊，神不理我啊。其实这个是埋怨。有些时候我们会有痛苦，但这个痛苦的过程会帮助我们依靠神的。好了，怎样有喜乐呢？接受人的罪性，人都有罪，罪人不能停止伤害人的，所以有接受。我明白，我知道。然后怎样会忧伤呢？不接受人的罪性。很多人都说、哦、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说话啊？为什么传道会这样说话啊？传道人也会说错话，我也会说错话，所以我们接受。不接受的话，就会说我不明白呀，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就会很痛苦的。然后喜乐的人是怎么样？清理别人的伤害，别人伤害你，你就放手，清理处理。你发觉人说的话，人做的事情在你心中影响你，就需要处理。我一下子会帮助大家做一个祷告去处理哈。然后怎样会忧伤呢？反复思想不好的人，他们不好，哎呀，他真的啊，这个人真是讨厌啊，啊，很讨厌，哎呀，这个人对我说这些话，怎么可以啊？怎么可以啊？你不停想就不停受伤害，他伤害你一次，但你伤害自己一千次，他伤害你一次，但你不停的伤害自己。好了，喜乐的人是怎么样？清理自己的自责。我们每个都有自责的，
我有很多自己的自责，但我告诉自己放手，放手不要紧，做错事情求神赦免就可以了，不要继续的自责。然后忧伤的人是怎么样啊？反复自责，哎呀我做错了，哎呀我失去这些钱了，哎呀我失去这个朋友了，哎呀我做错事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我犯罪了，哎呀哎呀呀呀，哎呀我不好啊，整天就能够开心吗？不能。所以啊，不要吃别人的垃圾，也不要吃自己的垃圾，我们里面也会有垃圾的，自己的自责，自己的烦恼，自己的期望。有些时候我们的期望很想事情都顺利，事情不顺利我们就不开心了。好，然后神也喜乐了，活在神的喜乐中，神是喜乐的神，耶稣说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天堂的形容词就是快乐。我们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享受神的喜乐。然后忧伤人是怎么样？整个生命就被拆毁。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与人的关系不好，内心没有平安，很少亲近神，常常埋怨，工作不好，睡眠不好，健康不好，家庭破裂，什么都不好。忧伤的人通常是整个家庭整个生命都破坏，是不是啊？但如果你在神的爱中，不要紧，我只是吃神的恩典，神的力量，神的同在，人的恩典，垃圾不要吃，清理所有的伤害，你就慢慢越来越平安了。好了，我现在为你们带领你们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跟我平时的祷告不同，你们可以坐下来哈。这个祷告是带领你们去处理里面的一些伤害。我们以前的伤害可以处理的，可以放手的。你现在闭上眼睛，不要睡觉，但你想着耶稣，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你永远谦卑服侍我，我感谢你，我享受你，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你永远谦卑服侍我，我感谢你，我享受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惧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水边，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耶稣啊，感谢你，你不用说，你就去放松自己。耶稣，你是关心我们的，你知道我们的痛苦，辱骂我们人的辱骂都落在你的身上，你知道我们里面的重担烦恼，你知道我们里面的痛苦，主啊，你关心我们的，你很
深深的感受我们的痛苦，你很想释放我们，很想安慰我们，很想我们享受你啊，你见到我们就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们，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你是常常喜悦我们亲近你的，我们亲近你，你就很喜悦的，我们服侍你，你就很喜悦的，所以我可以开心，我可以轻松放下重担烦恼，放下重担烦恼。但我们可能有些伤害，在这个时候，我想你想一想，有什么伤害是你最大的伤害，对你有最大的影响的？你想一想这个情境，这个情况当时有什么发生？你回到这个情况，你在思想中回到这个情况，可能你的家人骂你，可能有人伤害你，你回到这个情况，你感受当时的感受，你感受当时被他说的话对你的伤害，你的里面当时的痛苦，你感受一下，当时你有什么感受？你现在，我现在给你些少时间，回到那个情况，感受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有人骂你，伤害你，你当时的感受，你现在在祷告中回到这个情况。你感受当时的感受。好了，然后你就问耶稣，耶稣，你当时在我的旁边吗？你就问耶稣，耶稣，当时你在我的旁边吗？你问耶稣，你有什么对我说的话？你问耶稣，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如果你领受到耶稣对你说的话，你感受到耶稣会对你说的话，你就用这句话安慰你自己。如果你想不到，听不到，你就用自己你现在的情况，你明白圣经，你对你当时的你的伤害的你说话，你就对当时的你说话。根据圣经，你可以对你自己说什么话？你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很苦，我知道你觉得很孤单，很受伤，但耶稣说我要医治你，我知道你受伤，所有人都曾经受伤，你有受很大的伤害，我很想安慰你，很想医治你。现在的你，走过去你以前的你，拍拍他的头，对他说，神要医治你，神要医治你，你可以被安慰，你可以被医治，你可以平安，
你是被爱的。你自己小声的对自己说，以前的你对他说，神很爱你的。当时你不懂得怎样处理，但耶稣很想医治你，安慰你，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耶稣医治你，你可以放手的，你以前的忧伤可以放手的。你是宝贵的，我很爱你的，我看重你的，我要医治你，我要提升你，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与你同在，哈利路亚！耶稣现在拥抱我们，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圣经上告诉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圣经上告诉我。你就好像现在是以前的你，以前的你，你现在坐在这里，你就说，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圣经上告诉我。现在耶稣对你说，我真的释放你，你以前发生的事情可以放手，所有的重担可以放手，释放我的灵，使我能敬拜你，释放我的灵，使我能称你名，让重担卸下，使我能得释放，释放我的灵来敬拜你，释放我的灵，使我能敬拜你，释放我的灵，使我能称你名，让重担卸下，使我能得释放，释放我的灵来敬拜你。主耶稣啊，我愿意放下以前的伤害，这些伤害已经成是以前的事情了，已经发生了，我不要永远被伤害，我不要永远的伤心，我可以放手，我可以有力量，我可以有信心，我是被爱的，我是被爱的，我是被医治的，耶稣医治我的灵，释放我的灵，安慰我的心，我的心可以轻松，我可以开心做人的，我可以很开心很轻松的，我可以放下重担烦恼，所有重担烦恼都放下来，哈利路亚，所有重担都放下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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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耶稣是爱上爱上爱我我我爱上爱上我在他世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生爱我我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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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平安轻松了我现在就轻松了轻松平安现在你们站起来哈利路亚我可以轻松轻松来到神面前哦耶稣耶稣耶稣释放我耶稣释放我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哈哈哈哈利路亚我可以轻松平安喜乐我有着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着喜乐主耶稣赐给我我有着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非世界所赐非世界所能夺取哈利路亚哈哈感谢天父感谢天父我可以离开这些以前的伤害我可以离开我可以放手我可以不介意不要紧人伤害我这些重担伤害都要离开我我可以平安喜乐感谢天父赞美天父赞美天父荣耀归于主啊对啊你试试呼叫耶稣让平安充满你喜乐充满你啊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我可以释放了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